2012年11月2日下午3点，一辆装配了特殊减震系统的乐器运输车终于到达大剧院。这车乐器的主人是德累斯顿乐团，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管弦乐团。在过去的460多年里，德累斯顿乐团一直是世界顶尖乐团的重要成员。4个半小时之后，德累斯顿管弦乐团将在音乐厅开始正式演出。除去1个半小时的排练时间，大剧院演出部门必须在3个小时里把一切安排妥当。音乐厅接待过的世界顶级乐团不在少数，但今天乐器运输车晚到2个小时的意外，让演出部长李志祥感到不太放心。毕竟世界顶级管弦乐团的圈子很小，假如今天的演出稍有闪失，明天整个世界音乐圈也许就传开了。所有顶级乐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音乐的极致追求。指挥大师会根据演奏的曲目，对乐团的排列位置，甚至乐池的高低提出严格的要求。今天，国家大剧院已经成为了亚洲乃至世界顶级的艺术机构。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世界排名前10的管弦乐团和指挥大师都曾经在此展示过他们的艺术才华。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正式门牌号是西长安街2号，而西长安街1号的建筑正是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在这里建一座剧院，其实早在50多年前，天安门周边的建设规划中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如此微妙的位置，使大剧院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座建筑这么简单。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建造时间长达9年，中间甚至一度停工。这在中国的大型地标建筑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对于大剧院的设计者，包
保罗·安德鲁来说，中国人对大剧院的在意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当然社会上对大剧院特别关注，尤其他面临着越发要建成开始运营的时候，这种关注度就越大。特殊的位置、独特的造型和当时看来不菲的造价，让大剧院的建造过程一直纷扰不断。2007年，大剧院终于迎来了它竣工的日子。中国国家大剧院面积达到217,500平方米，巨型的半椭球形穹顶营造了一个四季如春的公共空间。在这里，三座设备最先进的主剧场一字排开。即使在5年后的今天，中国国家大剧院仍然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剧院。回想5年前接手大剧院时候的心情，按照陈平的话来说，就是完全懵了。2月底跟我谈的话，3月6号宣布的这个班子，一没机构，二没编制，啊，三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经费。陈平有丰富的政府部门工作经验，这些困难对于他来说还不是最大的难题。真正让他感到压力倍增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运营国际剧院的经验，更何况这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剧院。所以那压力真是大，一天工作16个小时，夜里都睡不着觉。我从来没说为工作半夜的根本就睡不着觉，压力太大。没可能咱也是精力短，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经过反复的思考，陈平终于想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大剧院的经营者，重中之重的任务就是把大剧院打造成世界顶级的艺术机构。在这个前提下，人们所有的期望才能得到最好的实现。2012年10月25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正在进行出国前最后一次排练。OK， 你看啊，这它有个毽子跳，1、2、3。一周之后，他们将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举办交响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对于国家大剧院来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我们能不能用弓子稍微长一点，让它能够 rain 起来一点点？现在光是就是一开头对吧，拉大概拉个几个拉，现在我们太干了，太就光有节奏没有。管弦乐团的指挥是享有国际盛誉的指挥家陈佐煌，他也深知此次悉尼之行的重要性。为了把乐团调整到最佳状态，他已经额外增加了几场排练。2010年3月，地下室3层的工作人员
发现这里突然多了一个叫管弦乐团的部门。很少有人知道，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出现，其实跟一次略显尴尬的会面有关。2009年底，国家大剧院决定创排自己首部传统的西方经典歌剧。在西方的艺术体系里，歌剧是评判一个歌剧院实际水平的唯一标准。世界上每个著名的歌剧院都有自己的院藏经典歌剧。在陈平看来，这座世界上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剧院，创排自己的院藏经典歌剧，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喜爱歌剧的陈平选中了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一生中最后的一部作品《卡门》。歌剧《卡门》被誉为经典中的经典，是目前全世界上演率最高的歌剧。很快，在世界各地成功地排演过五部《卡门》的美国歌剧导演弗兰切斯卡·赞贝罗被请到大剧院。在开筹备会的时候，他提出来：“哎，我怎么发现没有发现你们音乐部门的人？”我们当时也很奇怪，音乐部门指的是谁啊？音乐部门在西方的歌剧院里是指由钢琴、声乐指导、助理指挥、伴奏乐师等专业人员组成的机构，这是大型剧院的标准配备。而这些行当实际上在中国的歌剧艺术机构里面可以说是没有的，它不是说质量好以后是没有的。很快，歌剧音乐部门建立起来了。他希望他回英国之前能听到你们把这个词给发对了。排演《卡门》的经历使陈平意识到，有些专业方面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必须马上解决。将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到了。这个计划就是组建属于国家大剧院自己的管弦乐团。办这样子的性质的一个乐团，在中国的交响音乐历史上还真是头一回。既要在乐池里面伴奏很多的歌剧，从事歌剧艺术的创作，同时呢，又要在音乐厅的舞台上举行交响音乐会。凭着国家大剧院的品牌效应和陈佐煌在世界音乐圈中的知名度和号召力，管弦乐团建团的消息在全球年轻音乐家圈子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72位年轻而潜力无限的乐手被陈佐煌从世界各地挑选过来。管弦乐团组建之后，立刻加入到歌剧《卡门》的排练队伍当中。2010年5月13日，歌剧《卡门》在国家大剧院的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出现在伴奏乐池中的，正是刚刚成立45天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下午4点，出访队伍中的最后一位成员小提琴演奏家宁峰及时从机场赶到第3排练厅。好，宁峰不用介绍了，待会儿开始。